表姐出事的那天晚上，她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她说跟蒋凤山谈得很不愉快，蒋凤山还警告表姐说要是敢分手的话就对表姐不客气。我问表姐她在哪儿，表姐说她正在厕所里给我打电话，那姓贾的正在发脾气。表姐和她摊牌这件事情是我让表姐摊牌的，这件事我连你都没有说过。如果表姐因为摊牌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可担待不了。我当时啊，我从家里拿了一把水果刀，打个车到信用社，我也不敢进去，我就在门口等，等了很久，我给表姐打电话，她电话不接了，我一想，这坏了，这姓贾这个王八蛋可能对表姐下手了。我想翻墙进去，却没想到杨队和刘帅的车刚好开过来，我特别害怕，我就跑了。结果杨队追我的时候没看见前面那个坑，就你说的全都是真的。就在这里转悠了一上午。是啊。找什么呢？马明星的密室。是吗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说在哪儿？我记不清了。刘帅，我们为什么要找马明星的密室啊？说吧，没关系。我们怀疑马明星和511大案有关系，更怀疑这个密室里很可能藏着与大案相关的线索。什么是511大案？511大案是公安部挂了牌的大案。那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马明星，让他交代密室在哪儿啊？那不是怕打草惊蛇吗？你不说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马明星有什么问题你都得给我扛着，我逼你十次都有余。我你少给我说话，在这瞎转悠，走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放屁！马明星，你给我站住！叶枫，我杀了你！马明星，叶枫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姐夫，小心啊！姐夫，小心！我杀了你！放开！放开！小姨夫，马明星！爸爸！爸爸！姐夫，放下爸爸！别生气，姐夫，姐夫，是我胡说，马明星，您别生气，爸。姐夫，你我杀了你！姐夫，姐夫，马明星，我杀了你！姐夫，我不说，我不说，您别生气啊！爸，你放个屁！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我杀了你！走啊！我要杀了你！马明星，怎么了？走吧，走吧！爸爸，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马明星。杨队，我真的记不清了，我要记得我早就说了。求你了，杨队，让我睡一会儿吧。这刚到哪儿啊？你这溜门撬锁的能困吗？笑话。我真的记不清了。刘丽华是怎么找到你的？我在小区里贴过小广告。什么小广告？公安特许的开锁服务。哪个？
嘛？你们干嘛？上去，走。姐夫，你别这样，表姐都已经不在了。文九，你告诉我，马明心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们这些臭女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呀？你肯定知道。姐夫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爸，我不是你爸，你爸是谁还不知道呢？姐夫，爸，我是你女儿。爸，哎，滚，都给我滚，这个店是我的，滚，全部都给我滚。都在这欺骗我，都在这欺骗我，滚。停停停停停！我刚才睡着了。怎么关门了？没事，马老板也不是外人，把门敲开，吃面。
三哥，嗯，死了。哎，三哥，他死了。你脑子装着猪下水啊？那就是晕过去了。放屁！那他这是在演戏啊？这是？你就往死了打，一打就明白了。好，我试试。砰！哎，大哥，别打！你居然还敢演戏，我成全你！我认识你，陈哥、三哥，你们都是我的老客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是我们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不敢认我们？心虚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有一个朋友说，要是遇到打劫的，一定要装死，不要看。要是万一看到歹徒的样子，不是英雄，他会杀人灭口的，所以我装死。三哥，王明星，你心里得有数啊，咱们。也算是个点头之交吧。对，我们抓你干什么？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好好琢磨吧，心里想清楚，待会儿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聊聊啊。三哥，我明白。陈哥，我口袋里还有点钱，都给你们。弟兄们，马老板不想说心里话。你们看着办吧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。是我鼻子犯的罪。大哥，哎，是不是有人来了？三哥回来了。我让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。哎，这，起来，你，走，走，坐下，给我老实点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毛巾擦过桌子和凳子啊，我听话，听见没有？听话。
老板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大哥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打我，我就开了个面馆，不，面馆是我姐夫的，我没什么钱，你们帮我来干什么呀？你小子还敢装蒜？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呀？你就是那个。马老板还是个英雄，居然这么打你，你都不说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说什么呀？那好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认识一个叫李桃林的吗？我不认识这个人。你小子还装？行，他都认识你，你还不认识他？我每天在面馆里见的人多，有很多人我都不知道名字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做什么的？他是开锁的。开锁的？不认识。怎么样？想起来了吗？啊？李桃林想敲诈你，所以你就找人把他杀了。我没有，没有啊。你给一个杀手打电话，让他去杀人。我真没有啊。陈哥，你帮我说说话，你替我说说话呀，陈哥，陈哥。你知道那个冤大头的杀手是谁吗？就是你爷爷我，陈永刚。哎呀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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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追！快追！往哪儿跑你？哎呀！别让他跑了！放跑！等等！你还好？往哪儿跑的？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闪开！啊！我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师，放开我！让我弄死他！他就是大眼啊！我要弄死他！我要弄死他！哇！哎呀！你要给我165万，我就让你杀了他。你有吗？我给你抢去。外国有本小说叫《理智与情感》，看过吗？看过。忘了。情感在后面，理智放前面。想着点咱们的钱。马明心的密室在哪儿？就那店。
咱们是不是申请一下搜查令？里面是空的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一块毛巾。不想说点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小子，吃一堑还不长一智？你还想隐瞒什么？你知道你瞒了多大的事儿吗？我现在就送你去拘留所，你想说都来不及了。站起来说，马明星密室里的东西是你偷走的？是，之前的东西我都拿走了，藏在康复乐的废楼里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走。明星这儿且折腾啊，我打过了，他手机一直全是小秘书。接着打打，行了，你别打了，把号码告诉我。139118287。你想弄死他？救命啊！厅长，马老板，啊，你知道我欠三哥钱那会儿，三哥是怎么样对待我的吗？看着，那么大块石头往我身上砸，你看我这拳头大吗？如果我这拳头砸在你那漂亮的脸蛋上，会怎么样？说，大眼是谁？不知道。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说，求你别让他打我。那个李桃林的确勒索过我，我认识他，只不过我原来不知道他叫李桃林。然后呢？他知道我有外遇，我怕他告诉我老婆。真哥，你知道，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有外遇，我就死定了，我得回老家。
我不想回去啊。行了，严重点说，大家时间都紧啊。这个李桃林，他要挟我，要我给他钱。我以前无意中我的手机收到过一个信息，说是什么杀人放火替人收账啊，就打这个电话，我就试着往这个电话号码拨了一个，那人告诉我他叫大爷，然后要我给他15万。嗯，不是10万吗？怎么又15万了？嗯，就是15万，他答应收我15万，就帮我干掉那个李桃林。干掉他干嘛？给他10万块钱，不就完了吗？那个李桃林，他开始跟我要1000块，我说给他，然后跟我要5000，我说给他，他要5万，最后要10万。我觉得这个人是无赖，我要是真给他了，他就没完没了了。我干脆给大爷15万，我就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。好，逻辑正确。下面请你告诉我，大眼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三哥，这个大眼一直都是在电话里跟我联系，每次给我打的号码都不一样，我记不住啊。哦，对对，我能记住他最近跟我通话的两个号。能背下来吗？不想想。1399238444141，不对，441。有吗？我得看看记录。重说一遍。1399238444141。三哥，这是大眼的电话。还有呢？1391182287。22287。有吗？这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没有啊。有，我没骗你，三哥，我真没骗你。陈永刚，啊，那可是你老婆的电话。我说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是蓬兰的电话。不对啊，三哥，大眼是个男的，不是女的。对，三哥，他都说了。大眼是个男的，那就不是蓬兰的。蓬兰是女的，可她身边不是有男的吗？她身边？陈永刚，你演戏演得真好啊，真会演戏。上次在树林里，你就给我演了一回，接着演。接着往下演。什么呀，三哥？啊？什么呀，三哥？怎么了这是？行，兄弟，对不起了，委屈你了。改天我向你赔罪，啊？哎，三哥，三哥，你能不能先把我给放了？我家里还有事，你把我给放了吧，我快死了。啊，行了，你还得寸进尺了是吧？乖乖的给我待着。陈哥，陈哥，你帮帮我吧。
三哥，哎，三哥，哎呀哎呀，打打，哎哎，三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陈勇哥，你看我这拳头够大的吧？要是打在你这漂亮脸蛋上，会是什么样？哎，别别别别别！哦，三哥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给我打电话自称自己是大眼的那个人，就是我老婆彭兰。我老婆彭兰就是给我打电话自称自己是大眼的那个人。你跟我说绕口令呢？你不是说大眼是男的吗？是，大眼是男的，可我老婆是女的，她有个相好的是男的。我一打他，他就让那个相好的打电话折磨我。您这一逼我，我想起来了。这样，三哥，你把我放了，你只要把我放了，我就去杀了那对狗男女，我杀了他们，我煮了他们，我削了他们，怎么样，三哥？啊？嗯。谢谢三哥。看着点脚底下。拖着呢，啊！哎，三哥，我是真心真意的，我杀过人。三哥，真的？你说什么？我有命案，真的。我可什么都没听见，啊！三哥。三哥，三哥，
搬回去。知道。帮着点。是。叫他过来，听见没有？我马上的，我马上的。我看见风雨路上有人愁，我知道一些机会在等候，都说是